上台，哇！好，你的身份是？我学的是航空科学和工程。哇，这个专业比较少见啊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它是研究火箭跟导弹的。研究火箭和导弹的是一类极品啊，姑娘们。
就是有魅力啊。还有可以提到更加高的价格呢，没有的话这位极品就是属于您的了，成交。别扯开话题，难道真的没有感情经历啊？贩卖女的呀，你等下一场吧。着什么急啊？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有遇到过一个比我大的。大多少？二十岁。大那么多，那真是大叔了。我怎么从来没听提起过？我们两个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，我很难过，所以就没有告诉你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反正现在已经过去了。你看，台上有那么多优质男，喜欢哪一个，我会帮你。对不起，瑶瑶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台上只剩下三位帅哥了，那你们的特长是？我什么？你说我？哎呀，他的特长是黑着脸。树伟这句话说的倒挺对的。黑着脸，不错。那您的特长是？我能令所有女人快乐。特别吸引女性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她的才艺，给出你们的价格。你不跳舞吗？那我来吧，朱威。OK， one two three four。现在到了我们特长是黑脸的这位先生了，现在开始开价吧。1万、1万5、2万、3万。不错。哎，哇！哇哦，到3万这个高价了，还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呢？还有吗？可以出钱买自己吗？不成，这回坏了规矩，还会让你台下的铁粉大失所望。还有吗？价已经说的这么高了，3万吧。5万。哇，5万，已经出到5万了。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？还有没有？6万。哇，6万。7万，已经增加到7万了。7万，到了本次拍卖会的最高峰了，终于出现了惊人的7万了。还有没有标的比这个价钱更高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。8万、9万、10万。我出15万。哇，15万！哇，这个价值好啊！哇，
抱歉，这位小姐，现场只收现金，所以能配得我们黑脸先生的是瑶瑶小姐。我在你心中就只值200块吗？再加50好不好？200已经很多了，我现在又没钱，还欠别人钱。可是这样我很没面子嘛，哪怕你再多出点，后来我再补给你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拜拜，李总。哎，是你啊。今天玩得很开心吧？对呀。李总，这是你的围巾，我已经洗干净了，谢谢。哦，没关系，其实你不用这么客气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你做的用户反馈我已经看了，非常的不错，对今后的产品推广很有帮助。那都是应该做的工作，没什么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今天时间也不早了。哎，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？你也早点休息。你还好吧？千羽，今天都没拍到，真的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小事。我今天就不送你回去了，因为我还有事。啊，好啊，那你路上小心啊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再见。谢谢你，李总。啊，没关系。其实以后你不用叫我李总，叫我沐晨就可以了。那你以后叫我维林就好。啊，好。喂，看什么呢？听说陈叔最近在休假，那一会儿你怎么回去啊？他顶陈叔的班，先帮我开这一阵子。哦，那今天晚上你自己回去吧，接一下你的司机，不介意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已经搬回来了，还要去哪？嘘，秘密，不会不答应吧？啊，这你都同意啊？刘威林，今天你老板把你借给我当司机，
对不对，千羽？别反悔哦。走吧，拜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正好我也没开车，你送我啊。哎呦，老板，我刚才喝酒头好痛啊，要不然把我也带上吧。好了，别装了，走吧，走吧。沐晨，嗯，你觉得我是不是要换一个造型啊，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？为什么？不然刚刚为什么没有人拍我？一定是今天穿的衣服不对。哎，人家林威玲不是已经把你拍了吗？哎呦，可是那价也太低了吧？你们都比我高啊，尤其是老板。你不懂，你看好。那。难道我们两个长得有什么差别吗？哎，老板，你看起来好像情绪不太高啊。没有。嗯？啊，我知道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不会说出去。去，又知道什么了？你。You 如此疯狂的中了毒，毒 I'm going crazy over you 逐渐的的点中传说中的幸福 ，Yeah。能请到老板的代驾，真的很荣幸啊。姚总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我们不是早就认识了吗？叫我君莫，不然多生分呢。君莫，我们去哪儿？回你家。去胡宅。对啊，去胡宅，送你回去吗？送我？对啊，借花献佛，请你代驾把你送回去。嗯。哎，我们上次见的时候你还在读高中，哎，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啊。你这次准备要长留吗？啊，我那天看到报道，好像你跟胡董事长有一些误会，不要紧吧？那都是网络上传言的。那就好，毕竟你是在胡鑫阿姨家长大的嘛，都是亲人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嗯，谢谢。梅姨，你知不知道我中学的时候毕业册在哪儿啊？哎，我怎么见过？自己到书房找呗。谢谢梅姨。回来了，我很想你。
哎呦，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？不是，没引起我说，我刚刚把小心碰到他，我说什么说呀？你这个扫把星，你回来就没有安宁的日子。但是你爸呀，不是，我只是一不小心碰了一下，他就掉下来了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还在那抵赖，相框挂得好好的，你回来就掉下来，你真是个丧门星，有你没好日子过。怎么了？胡董，你看呐，他把林董事长的画像给摔坏了。 心仪，你倒说呀，咱不说了。不就是相框摔碎了吗？换个新的就好，吵什么呢？赶紧把地上扫一扫，别再伤了另外的人。 星爷，刚刚的事，对不起啊。我已经打过电话给画廊了，明天一大早就派人来修，换个画框就行，不用再多说。星爷，我知道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传言，说你。 说你抢了我爸的股份，但是这些我都不相信，因为你从小把我带到大，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你，所以，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你的清白的。你最好给我老实待着，不给我添麻烦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就像刚刚，如果你不到处乱跑的话，那个画框。 也不会摔碎了。我不需要你证明，管好你自己就好了。我想睡了。 最近邱志新的动作很多啊。嗯，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还发动了很多媒体，想要跟我们作对。但是因为没有得逞，反而更加不服气，所以要抛掉手上所有的股票跟我们作对。但是要收购邱志新的股票，并不是个小数目，有人感兴趣吗？他倒是见了几个人，但是没有谈拢。不过听说，乔丽很感兴趣。 这几年，环球一直被我们恒盛在打压。为了报复我们恒盛，他们不断的在收购恒盛的股票。现在这么好的机会，他是不可能松口的。是谁在负责这个事情啊？邱志新这个人戒备心非常强，不过他唯一信得过的就是他未来的女婿黄浩然。我已经找人留意他了。千万要小心，绝对不可以让乔丽得逞。 我先去公司了。
哎，对了，上次林维玲她生病是个意外，现在她身体应该恢复的不错了，而且适应期呢也快到了，别让她待太久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去吧。 胡总，邱志新是不是和心仪不和啊？你听谁说的？那天记者会就是他叫我过去的。我看到记者为难心仪的时候，他还挺得意的，所以在想他们两个是不是不和。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别再问了吧。 怎么没看到李总啊？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李总啊？上次他借我的围巾，我还没还给他呢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听说李总养了好多花，一般中午的时候啊，都会去花园浇水的。啊，要是上一次那杯咖啡洒在我身上就好了。 是你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，在公司里面，你不用叫我李总，叫我牧尘就可以了。工作的时候还是叫你李总好了。对了，这个衣服终于可以还给你了。啊，没关系了。怎么样，你咳嗽好点了没有？嗯，已经好了。啊，那就好。没想到。 你真的很喜欢植物啊！哦，是这样，我们家在英国海边有个农场，每年啊都会种一些各种各样的植物。后来到深圳以后，每年回家都会带一些花花草草过来，只要想家的时候看一下这些花花草草，心里面就会舒服不少了。李总。 送给你一样东西，就是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想家。有一次，我和朋友去海边玩，就录下了海浪声。每次只要听到这个声音，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不开心，就都被冲淡了。 想家，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的煎熬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谢谢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我来恒盛上班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，我都没有好好谢谢你。没关系的，其实你表现那么优秀，等你过了试用期以后，我会申请把你调到别的部门，让你更好的发挥你的。 要不要听一下？啊。
好啊，哎，一起听啊。在听什么呀？舒维，啊，打电话给林维林，让他去寄一份快递。寄快递？秘书处不是可以寄快递吗？干嘛让他寄啊？他的试用期快要过了，总不能让他一直留下去吧？也是。对了，让他先去买份快餐吧，记得要清淡滋补一点的。你中午不是已经订了餐了吗？我喜欢让他去。哦，好。不错。喂，王特助。林维玲，胡总需要订餐，要麻烦你跑一趟了。胡总订餐为什么是我来买啊？员工就应该服从命令，一个小时之内必须送到。从现在开始计时啊，不要迟到。哎 ，OK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啊？哦，好吧，你先忙。再见。胡总的饭，刚才不是说一个小时之内要买回来吗？现在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，胡总是不吃冷掉的菜的。可是我已经尽了全力了，而且路程那么远，就需要那么多时间。我不觉得一道菜5分钟前、5分钟后能有什么差别。如果胡总不满意的话，我下次可以加速，但这次我已经尽全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昨天帮了我一把的份上，过来吧。放那儿吧。滋养的补一补吧，那个给我。什么？本子。不是说要我签过名才算生效吗？吃完之后，让你抵消一次代价。
刘文林过来一下，这里有份快递，你去寄一下。喂，喂，是快递公司吗？我在恒盛后勤部，我有份快递要发。嗯，到时候我在办公室。好。Sorry， 小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您好，请问谁刚才叫的快递？喂，你好，是我，王淑维。为什么我丢的钱包会在胡总那里啊？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为什么我在飞机上丢的钱包会在胡千羽的办公室里？我说为什么我的钱包会在胡总那里？你说话呀！喂，我信号不好。有什么事的话，谢谢，我们见面再说吧。老板，林文玲好像发现钱包的事儿，需要我向她解释吗？不用了，反正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嗯，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林维林吗？是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张怀年呐，胡鑫的前夫。啊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站住！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不再有任何关系。儿子是我的，你走。儿子我也有份。没有。不叫儿子可以。帮我把礼物给儿子。给儿子？你有什么资格看儿子？你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你走。哎呀，真是女大十八变啊。怎么不认识张叔叔了？闺女来，过来坐。来，来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我为什么突然出现？别的呢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邱志新想把股票卖给乔丽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消息？哼，也许你并不清楚，邱志新跟你胡鑫阿姨一向不和，他本来想趁你这次回国，大做文章。可是，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，什么都没做成，反而更加郁闷。现在呢，他想卖掉股票，
我本想收购，可是他就是不肯卖给我。他是想趁机继续跟你胡心阿姨作对，所以找到乔丽。伟林啊，你也知道，乔丽是恒盛的死对头。如果他拿到了邱志新的股份，那对恒盛就非常的不利。所以这次啊，我想请你帮我。我能帮什么忙啊？你是林董事长唯一的女儿，邱志新当年是你爸爸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虽然他不喜欢胡欣阿姨，但是对林董事长还是礼让三分的。我想请你帮助我收购邱志新的股票。无论如何，我是倩宇的亲生父亲。我和你胡欣阿姨曾经有一些误会，但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。血脉相通，血浓于水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，请你相信我。喂，是张总吗？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吗？今天你提的事情我考虑清楚了。你想不到我提起你都是美好，有个愿望，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。你知道吗，我只记得那句不要担心还有我，所以愿意不去寻觅另一个代替。Thank you.